这九重塔也是买一颗就不用再多买了，它也很能繁殖。你看这根儿，你看这多少颗，我从一颗上摘下来的，皮下来的，你看都生根了，很容易生根，所以也不需要多买。这是我给我西红柿配的，每颗西红柿底下栽一颗。都像你这样的苗圃生意不好开呀、啊。不，真的。